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女人常喝这四种果汁，可起到美白淡斑、通便排毒、减肥瘦身的效果。每个女人都希望自己身材苗条，皮肤红嫩嫩白，即使黄介来了，也会这么说，我就希望自己瘦点、白点，怎么啦？专家说，买些这些水果再加榨汁当饮料喝，可起到美白淡斑、通便排毒、减肥瘦身的效果。但今天小编要提醒你，女人千万不要喝这四种果汁，因为怕你太失望，让别人认不出来。一、火龙果加香蕉加酸奶榨汁喝，一碗瘦2斤。准备红心火龙果一个，香蕉一个，酸奶适量。红心火龙果去皮，切成小块，再将香蕉切成小块，一起放入榨汁机中提取汁液，倒入洁净的杯中，然后2:1倒入酸奶，搅拌均匀，即可当饮料喝，达到排毒瘦身之功效。二、黄瓜加生菜加猕猴桃榨汁喝，美白排毒瘦全身。准备黄瓜半条，生菜200克，猕猴桃2个，猕猴桃去皮切成小块，再将黄瓜洗净切成小块，再将生菜洗净切成小段，然后一起放入榨汁机中榨取汁液，倒入洁净的杯中即可当饮料喝，达到排毒瘦身之功效，并还有美白的效果。三、香蕉加猕猴桃加纯净水榨汁喝，通便抗衰老，让你变成小女人。准备香蕉2个，猕猴桃2个，分别将香蕉、猕猴桃去皮，切成小块，一起放入榨汁机中榨取汁液，倒入洁净的杯中，然后1:1倒入纯净水，搅拌均匀，即可当饮料喝，达到通便抗衰老之功效。四、黄瓜加猕猴桃榨汁喝，可以和脸上斑点说再见。准备黄瓜半条，猕猴桃2个，猕猴桃去皮切成小块，再将黄瓜洗净切成小块，然后一起放入榨汁机中榨取汁液，倒入洁净的杯中即可当饮料喝，达到美白淡斑之功效。五、以上榨汁原理功效说明介绍。一、火龙果润肠通便。火龙果富含膳食纤维，一方面可吸水膨胀，软化粪便，另一方面可促进胃肠道蠕动，促进消化，改善便秘。火龙果中的膳食纤维有饱腹作用，可起到减肥瘦身的作用。二、香蕉。香蕉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可以促进肠道蠕动，并可以吸水膨胀，使粪便软化，从而起到通便的效果。三、酸奶。脂肪的含量是 3% 至 5%， 经发酵后，其中的脂肪酸可增加2倍，这些变化可使酸奶更容易消化吸收，促进肠道蠕动及菌体大量生长，改变渗透压而防止便秘。四、猕猴桃。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钾，以及大量的蛋白分解酵素，它具有驱除黄褐斑、排毒、减肥瘦身的作用。猕猴桃虽然营养丰富，但热量极低，其特有的膳食纤维不但能够促进消化吸收，还可以令人产生饱腹感。五、黄瓜。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以及纤维素和钙、磷、铁等营养成分，黄瓜含水分为 98%， 补水保湿的同时可有效促进肠胃蠕动，帮助身体排毒。美眉们可要注意哦，生吃黄瓜有助于减肥瘦身哦。六、生菜。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C， 膳食纤维可以在肠道中吸收水分而膨胀，有促进胃肠蠕动，改善因为食物过于精细而造成的便秘，达到消除多余的脂肪、减肥瘦身的作用。从上面的6种果蔬品的功能介绍及各种果汁的配方，
均可以知道其中的养颜、减肥、瘦身等原理了。小颖在此温馨提示姐妹们，不要太贪杯哦，不然真的会让你失望，让别人认不出来你了。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喜欢的话记得收藏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